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常常讲啊，这个脸上的表情很重要，但是有时候还是要需要跟他一些搭配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有人问我陈世事啊，陈间的很多凡人的事情的时候，摆手摇头说不知啊，你要摆手摇头，摆手手要讲，摇头怎么样去摇这个头，跟这个摆手之间两个再加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上脸上的表情，大家都读得懂的机会就会更增加，所以那种相辅相成的一个效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头跟我们的当然是手势也有加强的效果以外，脖子这个地方的一个姿势那是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要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低头，或者说摇头，或者是点头。它代表的就已经有非常强的意涵在它的背后，所以我们那个脖子的一个控制啊是非常重要。所以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啊，乳突就是在这个我们的颞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这样凸起的一个地方，它这个起始点在这里，那固定的点在我们的这个胸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边拉的时候，那么头就会往这边过来啊，这边就要放松，所以。透过这样不同的两边的一个拉力的一个协调，我们自然摆手摇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脖子就能够发挥它的一个功能，同时也能让我们去眼观四方，耳听八方。眼观四方，你要让它可以观察的更加透彻的时候，当头要再跟着转动的时候，这个自然达到警觉或者说资讯的一个收集的效果会更好这个在战场上啊，更需要这个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所以脖子啊也要瞻前顾后啊，这样来做这个警戒的一个动作。这是军人，大家说这个军人这个穿的也太时尚了一点了吧？在战场上不是应该迷彩装，人家不能发觉你的存在，这是最好。其实这个战争战场的一个军服的。改变也是有它历史的那样的一个可以看到演进的一个过程的。在早期是这个是19世纪的画作，18世纪末期19世纪那时候的一个战争，穿上衣服的绝对都是鲜艳衣服，为什么要让对方闻之而上胆？你看到哇，军容壮阔壮盛啊，这个不得了，赶快逃之夭夭啊，所以那时候都是需要用这样的。这个一团接着一个军团接着一个军团排在一起啊，气势惊人。好，那时候当然就用这样的一个服饰啊。好，请问大家他是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职位？那是有什么好问的呢？这不是骑兵吗？这骑在马上一定是骑兵啊。大家知道当时的一个作战跟我们现在想象中很不一样，为什么？他是一个号手，他是专门吹进攻啊，或者是这个讯号是很急的呢，还是说要撤退呢？他要负责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不号手不止他一个人，后面这也有这样的一个号手，他有一个几个人组成这样的，跟着大家一起往前冲，然后接受到命令需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处理的时候，又透过吹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啊，让往前冲的一个军人知道方向要改了，还是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所以那种当时没有办法那个讯息穿通，没有障碍这个的时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军中的一部分。这位画家是法国的画家杰利科，19世纪这个画家，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骑的马也是兵强马壮给人家的感觉啊，所以那大家想说他一定在战场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去琢磨去描绘出这样的一个人物，没有，他想象的，他知道这样的一情形，然后用一点想象力就画出这样子啊，距离也是蛮万钧的那样的一个这个画作，让大家感受到了，更加上他鲜艳的颜色、啊、凸显着他这个职位的一个重要性。那实际上战场上的一个状况，你看他依然穿着都是这样子，
颜色非常鲜艳，我们刚刚大家讲，然后在骑兵这样一经过的时候，那个尘土飞扬啊，这个敌人啊，这要真的是心脏要够强啊，两军要对峙啊，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啊，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另外画家画出来，战场上非常恐怖啊，这边是俄罗斯的军队啊，就是俄国的军队，苏俄的军队，这边是法国的军队。这穿着打扮还有点不太相同，但是你要在那样的一个速度很快的节奏中去把那样的一个战场的一个这种节奏感给它抓出来，然后影响整个的一个局势啊，这个指挥官啊，这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拿破仑。所以他刚刚描绘的就是拿破仑这个麾下底下一个军团里面的号令兵他的一个形象啊，这个拿破仑叱咤风云啊，飞跃阿尔卑斯山呢，这大家都是耳熟能详，所以他也画出那个时代，你看看那样的一个军队，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出来啊，这个骑兵啊那样子啊，他用单兵作战的一个情形，也能够画出他的一个英勇出来，这个不管是法国的或者是俄国的一个军队，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琢磨啊，另外一个你就觉得这都是杰里克的一个画作，哎，这个军人奇怪，为什么不是骑在马背上面，而是在旁边这样子啊？哎，又瞻望着旁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脸部的一个表情啊，有点不安，有点这个心情上啊，可以写。呈现在脸上的那样的一个苍白可以感受得到，再加上他姿势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伤兵啊，所以他也描绘了拿破仑从盛而衰的那样的一个过程中去呈现的，用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单一的一个士兵受伤的一个状况，对未来看不到正确方向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彷徨啊，他也用这个方式去呈现了、啊，所以战争啊，这是确实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啊。人体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它也是持续会有一些战争，这个战争可以是有限战争，也可以无限战争，败血症影响全身的、啊，局部的一个影响也有可能。譬如说，一个已经一个月的一个战争，局部战争啊，50多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问题就是手指这个地方，一个月。这个地方反复啊肿起来发脓啊，这个让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啊，因为他会疼痛，他会局部肿胀，然后又有这些伤口要处理啊，这个伤口就是这样子。那大家想，这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伤口啊？那 X 光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有些什么异常的影像在他旁边？是，这里有一些可以读出来比较肿的这个软组织的一个影像，但是读不出来有些什么异物在那个地方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整理庭园的时候被竹子、啊、旁边的竹子细细的一个东西刺到以后，他也把它拔出来，但是显然没有拔干净，所以造成那样局部反复发作的一个感染。所以这个我们局部麻醉的一个状况之下，局部麻醉不是在这里打麻药，是在底下这个地方神经经过的地方打下麻药以后，它不会痛，不会痛。我们进去以后，再把这个局部那个地方，会发现它软软的，有那个脓液会跑出来，然后在这里面稍微探索一下，摸一摸，用那个当然不是用手摸，摸不到，要用那个器械在那个地方稍微知道，哎，个摸感觉上怪怪的，然后再把它夹出来，你看看就变成这样。这是经过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啊，那这个一样也是在指尖这个地方觉得怪怪的这个地方。那个表面伤口都看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很只要触摸到非常疼痛的一个状况，这个我们就一样开刀，透过这样的一个麻醉之下，把这样的一个针啊，细细的针啊，我们再给它拿出来的这个情形啊，那局部在这个地方发炎的一个情形啊，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局部的一个疼痛的情形，再把它拿出来，一样也是类似竹片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告诉我们说，有些情形 X 光它是照不出来，像这个绝对照不出来，但是它就会反复造成一个困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局部那个地方给它除掉，不除掉的话，它这个永远不会好的一个情形啊。不过最可怕的，我们应该避免的，就类似像这样子的。吞咽下去以后，5元的硬币啊，这个要夹出来就不像我们刚刚讲，我们要开刀那么简单，小朋友。所以这种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些事情？为人家长的，这个都是要把安全的一些东西啊，这个特别的一个考量。玩具里面有不安全的一个东西啊，像电池这类的，要再去把它夹出来，那都是旷日费时啊。所以战争的一个恐怖啊，我们要了然于心啊，这绝对不是表面他穿的那么光鲜亮丽。感
的收看，再会。